来来来哈，大家看一下，你们在出库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？停车的时候啊，我们都是一把停的，但是出库的时候啊，需要我们把车尾甩出来，然后把车往后倒。因为啊，我们前面的路比较窄，这边窄，然后啊，这里还是障碍物，这个车技术不允许的。那么我们遇到这种情况，怎么把我们的车倒出去呢？尤其是啊，很多朋友你会甩我们的这个车尾，要让车尾先出的这种部位，特别的难操作。如果是车头先出，是不是我们一把就打出来了？但是要甩车尾，我们应该怎么操作？今天啊，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。咱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停的时候啊，停的是非常舒服，直接把车往前开就可以了。但是啊，停进来以后啊，就是我们的车技特别的窄，对不对？前后都有障碍物，然后后面的车技也不是很够。那么我们遇到这种车位哈，需要怎么把我们的车倒出来呢？